如果在一些行动当中伤及到一些路过的市民又好，那种你又怎么看呢？我都不想发生，是不想发生，都有可能，有可能。每一场这些大型的社会冲突，这些东西都很，即是很难完全避免，即是很难完全避免，即是很难完全避免。其实呢，我是很担心的，听完他今早讲的嘢之后，譬如我和我太太准备是有 BB 的，那么第日的话，我不知道我太太在街那里会不会即是头先阿梁生所说的，他可能会受到波及，是伤到大肚婆伤到小朋友的话，我作为一个准爸爸的话，我很担心。初一那晚呢，我是见到有人准备烧的士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旺角几年前呢，有一宗旺角大火是死几多人啊，多少个家庭是不幸啊，你知不知道那晚如果爆炸的话，多少个家庭会因而破碎啊。要去想怎样可以做到既可以针对得到国家机器的同时，又会减低对一些可能无辜市民的影响，这一样东西我觉得需要去想。有没有答案啊？暂时没有。会不会提一些示威者提他们不要这么做啊，想真一点啊。你很难去指导每一个愤怒的群众的你很难去指导每一个愤怒的群众的OK